场的乡亲们，大家午安。那欢迎大家莅临现场，来跟大家报告。那我们的活动预计大概4:30正式开始，也尽快缴交到我们的收件处这边来。那摸彩券截止收件的时间应该是5:00，请大家把手上的摸彩券赶快投入摸彩箱。好，四个地方都放假。那有人问说，这个放假呢，是不是放错了？其实没有错，我们很多山区都下大雨。我昨天第一时间到罗马公路，那个还发生道路坍塌。昨天下午紧急抢修，才能够通车。要不然今天复兴乡今天补选区长，假如没有畅通的话，一个部落、两个部落不能投票，那个区长就不一样了。复兴区只有10里，所以昨天雨还是下得很大。不过呢，石门水库昨天吃水吃很多，这个已经超过60%了。我想这个未来的一段时间大概不会缺水。不过今天在这里就很经常办这个亲子活动，连续3年都是办这个亲子彩绘。这个彩绘活动呢，让大家走出户外，也让我们亲子共学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大概今年开始那么都很注重年轻家庭的福利，那么不只是生育补助、育儿津贴，我们现在推动的公办民营的设一个不够，杨梅、埔心、富冈三个生活圈慢慢来，先设一个，再来扩大。那相信我们照顾老人的健保免费、装甲牙免费，也要照顾年轻的家庭，让他们负担少一点，甜蜜多一点。我相信将来桃园的不只是人口增加，我们的生活品质会更好。那我也要这个有表演场所，因为杨梅大型的展演场所不太够啊，我希望说能够将来土地取得以后，也规划一个杨梅的展演中心。那谢谢大家来参加，那又刚好今天有一个时间的空档特别过来埔心公园来看。那埔心这个地方我很喜欢，那这里呢看仁美里里长也到了我们的这个珍贵县里长也到现场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埔心是杨梅、埔心跟富冈是埔心人口比较多啦。如果真的铁路站的话，它出来的地方是埔心站，是一直延续到埔心站才会出来，从中立站慢慢延伸到埔心站。这个大家等我们跟交通部完成协商再跟大家报告。那今天的亲子这个彩绘比赛，希望我们将来这个桃园市升格了，我们的杨梅区也能够推动更多的亲子活动。那谢谢涂娟琪，他是这个杨梅青工会前任的会长，那平常也帮廖正景委员服务，这个我知道没关系。那不过也谢谢他来发起这个活动，那这样的活动也带给我们多地方都增加了很多亲子共学的机会，那我也会多多支持祝福大家。乡亲大哥大姐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青工会在这边办这样的活动，在埔心公园这个区域呢是很少见。那么大家看看大家都大手牵小手扶老携幼在这里一起共享这个快乐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好，这祝福今天的这个活动圆满成功，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快乐。小朋友们后边可以领取好，谢谢。来，请给我们。